古刀前辈，盘沙堡应该也建了有百十来年了吧？居然到现在都没荒废了。原本是荒废了，传闻初代堡主离开后，这盘沙堡就被封闭了，盖是用了什么术法，总之就成了鬼地，进去的人都有去无回。哎，难道是变成尸鬼了？那盘沙堡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 本身是怪物吧？最没有余音啊！诸位少年来，又是远道而来，想来是不知道这盘沙堡的传说。那莫不是喝多了？那一是不是能摘他这个绿帽子？盘沙堡早就成了废墟，还有传言说那闹鬼。 屋子们放置盘沙堡管不了，出了事全往老子地界给跑。废墟，盘沙堡传闻无坚可摧，也一百年不摇。就算后来莫名其妙就轮走镂空，也不该成了废墟啊。什么野路？应该说是耶律，大辽王室，盘沙堡在下辽的边境。没，这个地方居然还有我，荒无人烟的。 这倒是倒霉称王，称霸到这来了。可不是，倒霉的脖颈呢，到处都是鬼鬼祟祟的玩意儿，还妄图勾结我曹总呢。当真以为老推着老子就能？玉子哥，他睡着了啦，我们摘他帽子吧。这个不太好吧？ 为什么你不觉得他这帽子特奇怪？我们还是别摘了，他这脑袋中间应当是个秃颅。我想起往日里我苍尘三侠并肩闯荡江湖的日子了，可现在恐怕只剩下我一柄孤刀了。 应该有了吧？跟鸡掰嘞！哦，魂剑相与，死不全走。如我所料，应该好了吧？应该好了。
今天都开到十二点就好了。如我所料，我应该可以自动。偃师，偃师是哪一位啊？我查一下。在此一击。试试这个。偃师是萧启义，周穆王时代的人工巧匠。就是现在。在此一击。打完了，啊，累死依依了，居然还连口水都没有。玄冥教怎么选了个荒山野岭的地方搞事情？玄冥教选在盘沙堡，传说百余年前，盘沙堡与楼兰幻城之事有牵扯。孤刀前辈，盘沙堡而今可有主？主子？盘沙堡不过废墟一片，何人要这一片石头废墟？连辽的野驴一家都不会多看一眼吧？阿弥陀佛，老衲在此等候，愿带诸位入盘沙堡，除去此内盘踞的妖邪。完颜兄，古人早以为海灵王凌迟，现如今只剩甘陀寺的不说和尚。阿弥陀佛。唉，看来现如今苍尘三峡只剩下我孤刀。非也，孤刀已逝，现如今只剩大夏皇帝。唉，三十年物是人非，酒还是酒，味道却再不会是当年的味道了。喵，这光头是谁啊？依依休得无礼。贫僧甘陀寺不说和尚，助几位入盘沙堡除魔。走，进洞吧。师父之气，那头的庞然巨物是什么？是鬼魄狮王。玄冥教既在此活动，他们怎知晓了这邪术，拼凑人尸成鬼魄狮王？我们绝不能将这妖物放出去，否则必成大患。大侠饶命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只是奉命行事啊。奉何人之命？明皇大人。不，明皇贼人。那贼人为了什么创命之术帮玄冥教造的鬼魄狮王？他把堡里的兄弟们都变成了尸鬼，我们不敢不听命啊。明皇，听闻此人行踪已绝迹多年，竟在此时，看来吴林所言果真非同小可。明皇难道真的还活着？还与玄冥教勾连一处？小的是不是可以退下了？滚吧。阿弥陀佛，此事已了，贫僧该回甘陀寺去了。完颜兄，陛下也该回去了。喵，陛下，今日之事就多谢诸位，就此别过，若往后有事可去苍尘客栈。什么声音？谁在笑？尉迟，我很好奇啊，你对鬼魄狮王这生命到底是怎么个看法？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你先回答我的问题，
至于我怎么认识你，这就说来话长了，不如等等再说。没有看法，只是被亵渎的尸体。原来是没有看法吧？你这小子有趣，实在有趣。阿玲。啊，那个小丫头来找你了，你知道吗？她就快死了。什么？于西？因为石轮宫的那套心法，也不知道她能不能活到需要实行见错人职责的那天。别走，把话说清楚。阿玲，怎么了？你在和谁说话？没事，只是个无关紧要的人。无乱打抹调整，他的确是趁手的兵器。你可有发觉，每次战斗时你的、我的、于西，你怎么吞吞吐吐的？我教你的心法，照理还可以净化你的心绪。不过察觉到你身上的戾气反而越来越重了。戾气，于西，怎么感觉你在防着我什么？难道这是什么心法？是你师尊们的别有用心不成？你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？反正你横竖不满意。玉琪哥，其实你在参乘客栈在参料什么吧？吸一下皇帝什么的。没，哎，好吧好吧，只是觉得孤刀拓跋若是侠客，吴将军为何要给他送信？虽说宋宇西夏休战有段时日，但宋将没有必要这般做，况且还提起西夏地界上的事，这说不通啊。所以我就觉得这人估摸是有官身，别的我也就没去想了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哭什么？吴将军，哎，将军百丈深明殿，小不点儿，你怎么心不在焉的？玉池哥，不要叫我小不点儿，说了多少回了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呀，问你正经事儿呢。哦，怎么啦？好端端怎么就愁眉苦脸的？小声点儿。我问你件事儿，你知道见错人是做什么的吗？见错人？怎么好端端问这个？你打哪儿听来的？你先别管哪儿听来的，先说，见错人是做什么的？这你得看是什么地方的见错人了，基本上就是判断对错的。你究竟从哪儿听来的这个词儿啊？不知道哪儿听来的，路上听人提了一嘴，刚想起来就问问，于西是见错人吗？但那怪人的话，可不可信尚且也未知，他还说于西快死了呢。玉池哥，你怎么了？喊你好几声了。哦，有点走神，怎么了？算了，也没事儿。这边的事情算是完了，还得去宿州，啊，还是快休息吧。这些皇城司的人真是令人厌倦，整日就只会暗中行事。快去商河这里看看，他们到底在搞什么东西。云行殿道挂线通路，这遗迹是盘沙堡。人世千载，也不知还有多少遗迹等人去挖掘哟。哎，人呢？这就跑了？哎，你们就不好奇一下怎么找遗迹吗？好歹让我发挥一下呀。那个前辈，您说，我在听呢。但您介意说的时候，让我摸一下尾巴吗？找这些散布在九州中的遗迹去吧，我只能帮你们到这儿了。哎，别摸尾巴。